挂迄所在一个百姓，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，爱将猪所食的豆芽来吃了，也无人予伊。十七节，伊醒悟就讲：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，米粮缴春，若是我伫遮，要枵死啊！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打了后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，就予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。二十三，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。三里犹久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，就怜悯伊，走去。予伊的红棍直直甲伊针，囝就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。若是老爸对伊遐的奴仆讲，紧紧请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，煞甲伊穿鞋。二十三节。甲牵迄只上肥的牛仔来抬，咱食来欢喜。因为我这个囝死有搁活，失落有搁得着，因就三甲欢喜。以上。